大家对我搿味道，实际上是一种老深刻的记忆。有个桂花的香味道，香芋咯。实际上，辰光没赶上载人来到秋天的一个念想，应该想就应该想。周塘桂花是我们阿婆教我的，小的辰光就叫人家桂花香出来的，哎，我就晓得搿边人侪就要开始带桂花了。用伊点了了，恰恰靠近那蛮容易带的。桂花个香味道蛮家常的，好把我们小老百姓个日子泡得甜蜜蜜。来到马厩了，每家没有都有开讲，讲里向国家购物，日子里买肉，带了来的桂花，采收过，就泡了去。买肉不是味道去掉，有些搿搭秋天落过雨，空气里啊，只存了甜。每个行在里向夜，都是闻着桂花香倒起来的。桂花是行在日化，也是一个物，行在人，绝对是跟桂花的。我们随着桂花从树高头到万枝高头，搿是我们手艺人辣每个一生